大家好，我是倩珊，珊珊富士山。我今天呢来到的是同志大游行，这是我第一次，我的 AirPods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同志大游行，因为我之前其实都没有这种想法，想说要来参加，但是这次突然觉得，对啊，为什么我不能参加？其实大家如果是就是支持的，其实都可以出来一起走走，而且今天天气也太好了吧！我现在人在市政府，然后这里人好多，因为通常这个游行感觉。就是平常的游行可能很多都是比较沉重的议题才会有游行，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很开心，有一种要跨年的感觉，但跨年是晚上啊，还是早上版的跨年，就是很热闹的感觉。而且我今天还穿了就是很 colorful 的衣服，然后也有看到很多人都有就是旗子啊什么什么的，感觉很缤纷。我还戴了手表，这手表其实我买了好久了，这是好几年前的手表，但我觉得很符合今天的感觉。对，就这样。好，然后呢，我等一下要跟我的朋友们，然后还有弟弟们一起汇合，然后体验走游行的感觉。但是我现在遇到了一点麻烦，这点麻烦就是我得想尿尿，然后我又没有防晒，我真的是来闹的，就是很没有准备的一个人。那我们就去想办法吧 ，Go！ 我现在找不到我弟他们，汇合不了，到底在哪里？好累，我是被抛弃的小孤儿。我原本觉得游行，只是他们讲的话让我觉得很感动，很想哭。2000 years later， 我终于追到你们了。Hello， 我是小小兵。这里还有一个。Hello， 我是大大兵。为什么我也要你们的衣服？你们是米奇耶。对呀，里面是米奇，然后掉干了。好，算了。可以啦，你可以露你的乳啦。我有戴口罩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来跟游行，但我现在需要先找厕所。我们今天为了游行还有准备小礼物给路人，不是我们，没有我。那个吧，在这里。在哪里啊？这个卡贴，又有卡贴，上面写一定要继续相信。耶！然后其实我也有做卡贴，但某人没帮我带。啊，你就说帮你拿，也没说要帮你带啊。那是吗？那我的卡贴呢？今天没办法发没关系，因为我还会找机会把它发出去，就是到时候的音乐会都会有。刚刚那个吗？只要来我的音乐会都会有。对，衣服。我们现在在路边等朋友一起汇合，然后呢，从头到尾非常多人找198起合照。拜拜。我觉得我今天看起来真的很边缘，我怎么被排挤的感觉？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哦，一直，然后我都不太敢站在他们旁边，因为看起来就是多出来的，我只能一直站在旁边。我想今天万圣节你可以打扮一下。哦，今天万圣节。是哦。啊，也是啊，可是我就第一次参加游行，想说要彩虹，彩虹就只有这一件啊。那个其实还好，只要你拿这个就够了。感动我，刚刚被认出来了，刚刚有人站在那个路中间，然后说倩珊妈嗨。有小学小迷，嗨，跟你介绍一下，激烈，哎，我被他被植入了，好啊，哇，这是小白菜，小白菜，小白菜，好可爱啊，好可爱，这个爆冲。这队怎么突然变这么多人？
大只哦！小白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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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有看到！我们现在走回来了，然后基丁在台上，他在唱《星星》，也太好听了吧！基丁，好好听！啊！这是有够好听的，他这是我见过就是唱的最原唱的，他就原唱。游行，好害羞哦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之前都没有想过要参加游行。对，我觉得以前的心态会觉得，好像不是，就是是他们的事，不是我的事，然后他们去争取这样。但是今年想想，突然觉得有什么好不参加的呢？如果你是支持的话，其实大家一起走出来会是很美好的一件事。然后我这一次参加呢，其实我一到场，然后感受那气氛，其实我就有点快哭出来了，可能是有点老，我真的觉得老的有差，就是月经停了，就是将那氛围稍微有，就觉得好感动，就是大家一条心的感觉。今年已经是第18年了嘛，成人之美越来越成熟，然后这一次然后出来走游行，也想要就是鼓励大家，如果你是支持同婚支持同性的话，其实不管你自己是异性恋或同性恋，都可以站出来为他们发声。我觉得近年来，然后可能因为自己的家人或者是因为很多朋友，然后遇到了这样子的事情，然后就会看到更多的故事，然后像是最近的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，然后我有去看它下面很多的故事，其实都会觉得就是很感同身受，然后也觉得很多事情其实不是我遇过，可能我根本没有想过的，可是这世界上却有很多人一直在经历了这些，甚至我会觉得很心疼，在我身边很多可能同志的朋友们，当他们看完那部电影之后，我可能比他们还感动，然后我可能比他们还难过，然后那一瞬间让我觉得，其实可能很多人在他们的生命历程当中经历了很多是我所不知道的，所以他们已经把那些痛苦、那些难过当成是理所当然，或是已经觉得哦，其实没有这么难过，懂我意思吗？对，所以我想要鼓励，可能你是身贵也好，你是同性恋也好，或者是你是支持同性恋的人，都应该要站出来为他们发声，让他们可以更勇敢，一定要继续相信，我们会让这个世界更美好。然后在这个越来越友善的世界里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心底刻上的那个名字大声讲出来。郑建生。好，谢谢哦。好棒，就这样吗？好感动。